要做我的小蜜蜂吗？爱闯大人勇敢飞，小蜜蜂们勇相随。真懂事，混元帝命我等用黑金将人类变成黑士兵。这黑金需要利用人类自身的暗元能才起作用，暗元能来自人们沉迷网络时的恶习。雄霸的失败是因为他只知道生理恶习，却不知道沉迷网络造成的心理疾病才是提供暗元能的最好途径。黑晶圆，万物同化，黑晶圆，去吧。那不是黑白怪的家吗？嘿嘿嘿，真是冤家路窄。打！打！嚯嚯嚯！我乃黑怪超人。你就知道玩手机，你根本保护不好小鸡皮。凭什么说我保护不好小鸡皮？哼！放开小宝宝，黑怪烈焰斩！哼，小宝宝由我黑怪超人来守护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把他们抓起来！小宝宝由我黑怪超人来守护，黑怪烈焰斩，烈斩，我斩！烈焰斩在哪儿呢？你这弱不禁风的样子能保护谁？想当超人下辈子吧。住手。神兽战队，快跑啊！谢谢神兽战队，又救了我们。黑怪，你没事吧？不用你们管。他怎么了？黑怪，黑金会进入手机吸收暗元能，黑怪总玩手机，你要劝劝他。好。神兽战队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我也是超人，黑怪超人。如果我真是超人就好了。我变成超人了，黑怪超人出发。老白，我变成超人了。黑哥，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？老白，我真的变成超人了。
黑哥，你究竟要干什么？我只是想保护你和小鸡皮。醒醒吧，别妄想成为超人了。对，我就是妄想超人，我会证明我才是最厉害的超人。妄想超人拯救世界任务开始。黑哥，怎么都没人要我帮忙啊？有了，小朋友别哭，妄想超人来帮你。这世界上不仅有神兽超人，还有我妄想超人。人呢？竟然连谢谢都不说就走了，好无聊，坏人都去哪儿了？对呀，有英雄怎么能没有坏人呢？黑士兵们，搞起来！我是让你们搞破坏，不是赛跑，一点都不专业。看我的！对对对，就是这样，给我英雄出场了！住手！这个机械兽好眼熟哦，有点像黑怪。神兽战队，我才是真正的超人。大家启动超能金甲，热情生活，心怀天下，热心金甲武装。妄想护盾，嘿嘿，打不着，打不着，胖子暴摔，黑哥，白怪，他是黑哥，黑哥一直说想做超人，就变这样了。黑怪想当超人，黑怪，你现在没变成超人，变成了机械兽。骗人，我就是妄想超人。我知道了，肯定是怕我抢了你们的风头。黑怪已经疯了。我没疯，我是妄想超人，宿舍妄想出路。我的双枪比你厉害吧？你怎么会用我们的招式？我可是妄想超人，超人的招式我当然都会。尝尝这个，妄想拳，无汉拳。为我们的招式又怎么样？假的就是假的。哼，妄想连环踢。妄想超人得一分。大家一起上！妄想暴摔！一对六，大获全胜！哈哈，我黑怪超人才是全世界最厉害的超级英雄！没想到黑怪变机械兽这么厉害。嘿，厉害什么呀？爱成大人才是最厉害的。真是有意思，走，我们去添把火。站住，金盆仔，神兽警车。
是神兽警示。沉迷妄想，沉迷妄想，好可怕，好可怕。虚拟现实分不清，智慧空想不够醒，这可不好。弄巧成拙麻烦精，亲人朋友伤透心。想做超人无捷径，努力一步一脚印。好啊好啊，守护大家身手紧实。